才講黃松傑都提到青年興則香港興，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，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會更聚焦青年人嘅發展，主動聽取佢哋嘅聲音。四部書的繁體版發布也是有的非常重大的意義，讓更多的香港市民、海外的華僑可以通過閱讀這些刊物，去了解習近平主席的高瞻遠矚的思想，去感受习主席对人民的关心，去体会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前途命运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。因為他可能有些思想都跟他 之後可能跟香港的發展都有些關係，都是有些指導思想，而你想到可能會幫到你、投資啊，或者即將來做部署咯。即係唔計問翻你做邊行嘅？Finance 嘅，係啊。你自己會喺一個乜嘢角度去睇佢出書咧？我冇睇過內容啦，但係我估都係點樣由窮變中等富裕咯。